这个阵列有几？这个阵列的横就是几列，列是横的，然后里面有几个字，其实就几栏。啊，中间的话要加空白，空白，空白，哈、哦。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资料怎么样？本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横向的，它把它转个方向，本来是怎么样？这样有没有这样子？啊，把它变成纵向的，有没有发现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方向改一下而已，好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大概 demo 一下，各位看一下。那我们做出来哈，类似像这样，第一个就是把它执行过，然后会出现什么？请输入阵列的列数。那假如哈，按照那个范例里面是三，三列就是要输入三个，然后里面有几个字？三个字。然后不过很奇怪，它是第0列哦，它这个题目是要求是第。 零，它是从0开始，我觉得怪怪的哈，应该要加1啦。不过、算了，反正它是这样要求，就这样做好了哈。然后第0列值就是第1列，1空一格，2空一格，3 ，Enter， 然后呢第2列，其实这边显示第4、5、6，好，然后 Enter， 再来是7空一格，8空一格，9 ，Enter 之后，它要帮我怎么样？ 横的变纵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，我如何把2为阵列颠倒一下顺序？有没有转过来？1、2、3都有空白，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经过转换。那当然哈，这一题你们也可以试试看啦。如果说不一定是那个几列，假设是2列就好了。然后几个字？3个字 ，Enter。 所以你第1列的话，记得哦，你就是需要输入，几列呢？2列，那就是几个字，3个字，1、2、3 ，Enter。 那第2列的话就是4、5、6，就2列而已。所以 Enter 之后的话呢，它一样，本来是2列，然后 Enter 变成3列2栏，本来是2列3栏，对，3个字就3栏。 那转过来之后要变成，列变成3，然后栏变成2 ，Enter， 有没有？1、2、3变成纵的，4、5、6，就是2列，本来是2列变成2栏，变纵的 ，OK， 那这个怎么做呢？那我想比较这个我想输入部分应该没问题啦，因为这个地方一定要用 Scanner。 好，那 scanner 里面的话，这边总共会区分成几个段落了哈。第一个是把资料读进来，然后比较难的应该在这里，就是把阵列怎么样去抓到，i 的话指的是列 ，j 的话指的是栏。那本来是 i 先放在前面 ，j 放在后面，那你把它两个颠倒，输出它就会是颠倒了。不过这个地方我想各位试试看好了，这好像有点难度哈。 这是2为阵列，那宣告的话呢，这边会宣告一个2为阵列，比如说这个 MUM 好，new 一个 string， 那列跟栏其实就是从这边去建立的，那再把它颠倒一下 ，OK， 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看一下 105 的这个题目，那个阵列可以把它做颠倒，OK， 再来的话我就输入，输入特别注意啊，请你一空格一定要空格。 如果你没有空格的话，它不知道怎么去切，切什么呢？切这个中间的分隔，当然，如果说你将来是要用逗点去做分隔，你就加逗点。那 Enter 之后的话，一样把这个输入到哪里呢？输入到这里面。那输入的时候特别注意，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把这些东西丢到阵列里面？这里的话特别注意，我这边是有多一个什么呢？多一个 Scanner 哈 ，Next Line。 这边有讲读取 Enter 有没有，否则会产生错误。把那个这一行一定要加，如果没加的话，那会多一些换行的这个字元，它会产生错误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请输入第，这边 I 有没有就这个东西，然后我要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东西读到阵列里面去呢？因为我中间是用空白当分隔，所以呢，如果我这一行它是一个完整的字串，中间有分隔。 要把它变成一个字串，要把它变成一个放在一个阵列里面的话，特别注意哦。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方法叫做 split，
这个好像早上有特别稍微带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字串，中间可能分隔符号是空白，或者是其他字元的话，你可以把那个分隔的那个字元给他，因为我这边是分隔是用空白，所以这边有一个空白，他就帮我怎么样，一二三切割之后放在这个阵列里面，这个是一个 string array 啊，它是一个一维阵列。切割完之后哈，你想说老师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干脆放在二维阵列里面？啊，问题是它不能够直接放在二维阵列里面，因为切完之后就是只能对应到一个一维阵列了哈。那可是问题哈，那我们资料是要放在二维，真的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你再把这个一维阵列哈，再把它放在什么呢？放到你的先放一个 temp 的一个暂存的一个那个字串变数里面。然后呢，再一个一个把它塞进去。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就是一个跑一个回圈，用一个 J 的变数。那这个 J 的变数呢，就是按照它的栏，一个一个帮我把资料放进去。那放进去之后的话呢，那利用这种方式呢，就切割第一个，然后四、五、六啊，记得一定中间一定要加空白。那有三列哈，所以七、八、九，它切割完之后呢？就帮我塞到这个阵列里面了啊，因为这样跑啊，最后把啊，你想说老师这个地方跑太快了，我看不太清楚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设一个中断点，比如说这边哈，你可以多设几个中断点。假设你比较不清楚到底这里面跑了什么事，你可以怎么样再出错一下啊？假如说这个地方哈，我们三，然后第一列是一二三，这个时候有没有？停到这边，我这边也停一下好了 ，OK。那这个时候还没切哦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今天 scan 进来的字串在这边看到一空白二空白三，那这个 string array 里面是没有东西。我如果把它执行过之后，它帮我切割了哦。各位可以看一下，这个 string array 里面放什么？放一二三，有没有？它就是一个阵列，里面就放三个字串的这个哈。这个三个字上去，一二三就一个阵列了、哦、那接下来就是说、哦、我要怎么样可以再把它放到二维阵列里面？那你可以看到、哦、这个里面、哦、现在全部都null，全部都空的，有没有？它是一个二维阵列嘛，就是那里面的话，我怎么把资料放过来呢？就直接在这个地方、哦、我们再把它 run 一下 ，OK， 往下跑，然后呢？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个里面的值先切第一个出来，切第一个出来之后的话呢，再把它丢到这个阵列里面，哎，有没有一放过来了？二有没有？三就把第一个放过来，啊，放在我阵列里面的嘛，哈，啊，一样的方法啦，四五六七八九，啊，最后当然我输出，如果按照正常的状况输出的话，应该是哈。会这个什么呢？跑一个，如果说你今天要跑一个回圈，循序的把这个结果输出的话，那就是 number 这个哈，这个阵列，因为二维的吧 ，i 跟 j， 好，如果你是 i 跟 j， 如果没颠倒的话，它就会是原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。如果你要颠倒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 i 跟 j 两个颠倒。那另外的话哈，我要输出的那个长度的话，就可以利用什么？因为刚好颠倒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是本来是 J 的，这个输出的那个长度，那刚这两个就把它颠倒一下啊，最后输出的结果哈、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其实就是我们要的结果了哈、哦，就是比如说我三，好，然后三啊，其他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一定要记得哈、哦，按那个空白，好 ，Enter 啊，这个一定要记得往下走一个。Enter 过，它就自动帮我这样转一下了哈，啊，输出的结果就会这样。啊，另外如果这个阵列长度啊，如果说这个地方哈，假如我换成三列两个字的话，那这个长度两个就颠倒。其实这两个输出的那个长度啊，刚好也颠倒，所以哈，最后输出的也会是结果是不同的哈。啊，请各位这个地方我想再试试看好了哈。那我已经把source呢。放在云端上，给各位参考，来画面再还给各位试试看，